一上来啊，就发现这边上下楼梯的十字过道非常高明，合理的分隔了起居空间的灯火通明，和卧室区域的平和宁静。独占顶层才能一言九鼎，从这儿上去啊，是一整层的主人套房，于喧嚣归寂静。那这样各个区域的功能啊，才能做到真正的泾渭分明。